位，立法会选举正系进行投票，会去到夜晚十点半。而截至下昼三点半，地方选区有88万多人投咗票，投票率系25.46%，比上届同一个时段高大约5%。而行政长官梁振英同埋多个官员朝早分别投咗票。梁振英同太太朝早去到山顶桥福道票站，除了地方选区，他亦都在所属的功能组别建筑、测量及都市规划界投了票。他太太唐青怡就在新增的区议会超级议席投票。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呼吁选民踊跃投票。咁啊，一如既往咧，选举管理委员会都系会确保呢一次嘅选举咧系喺公平、公正同埋诚实嘅原则之下进行。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就系呼吁所有已经登记嘅合资格选民系踊跃投票。选管会主席冯华巡视票站之后话，朝早投票嘅过程畅顺，咁相信选民明白一人两票嘅方式。咁呢個信息咧，我喺近期咧就係、是、自己都講咗好多，亦都聽到好多喺傳媒啊或者其他宣傳渠道咧傳遞咗呢個信息噶啦。咁其實呢個係好簡單嘅安排，我相信咧係大家都明白嘅。佢話當局對一人兩票已經有廣泛宣傳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。選舉消息睇到呢一度，6:30新聞會有詳細報導。